朋友们，欢迎回来！这里是牛体为您带来 TSM 东部预选赛的第一轮比赛，是由 VG 对阵 Maneski， 这是双方的第二盘比赛。VG 在第一盘比赛当中是57分钟艰难战胜对手，这样一上来第二盘是一手扮幽鬼，幽鬼，这个扮人意思就是不知道扮什么了，很可能是这样。哎，不过幽鬼这个英雄有点边缘，有可能会选。我今天同辅就选了一次。对，同福是选了一次，他可能搬这个幽鬼，他有可能就是把比赛的可选择性放多，对，就把可选择性放多之后呢，对于他觉得对自己队伍有信心，那就对，他们是先选嘛，对啊，我先选，我可以一个都不搬啊，对的。好，现在犯难了，小狗和蝙蝠是两个都放还是怎么样？ Reserve time。因为幽鬼这英雄虽然说边缘归边缘，但是第一轮肯定不会拿的，谁第一轮也没必要，也没必要第一轮拿。如果前面一盘如果说幽鬼来代替那个黑弓有前途，没前途，线上都被打爆了呀。对，这个黑弓还能提供个沉默和光环，幽鬼能提供，幽鬼更提供人头，他能提供人头。啊，这没悬念的，你搬小精灵，你既然搬了，我蝙蝠肯定选嘛，对吧？这没悬念的，另外一个 NA 还是猛犸还是什么 DS 倒没必要。发条先抢小狗啊，你看你是怎么样，蝙蝠加发条还是什么？发条好像国外队伍用的还真不多。飞机啊，直接选了一个大哥位，不要跟哥废话多了，大哥位选一个。这盘猛犸估计要出来了，这去找直升飞机，钢直升飞机很难打。小狗加那个死灵龙去钢的话，好，那么这边我们也是说一下，这个屏幕下方的 QQ 群啊也是已经加满了。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群啊，群号我来报一遍：1584177775，15841777775。5 seconds remaining。一会儿我再说一遍啊，大家先把那个打开，把那个加群的打开，我等一下再说一遍。就是在你点到你那个群选项，应该有一个添加群还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不对，是那个找，有一个放大镜，我记得是。对的，大家可以加一下我们的群，一群已经满了，在这个群里面大家聊得很热闹啊。我跟老党每一次直播的间歇啊，会看一下群里面大家在说什么。二群，我们的管理员也已经是在弄了啊，大家可以加一下。果然啊，老党说的猛犸来了，我们再说一下群号：1584177775。15841375。哎，这边看你选个猛犸，哥直接拿个 Rubik。Rubik。这个拉比克偷猛犸的大，就是如果拉比克第一时间没踩中猛犸第一时间没踩中拉比克，直接反偷一个，直接把你举起来，你就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机会了。好的，你第一轮不拿发条啊，那么就不要怪哥了啊，不拿发条就不要怪我了。维萨吉小狗，他们这些队哦，好像除了老干爹之后，很少看到有队伍拿兽王。对，老干爹兽王是有套路的，但是他们轻易也不拿。巴岛的兽王玩的确实是有一套，是当今世界上兽王能排前三的兽王之王了。那个低梦的兽王玩的也还不错，可惜这次他们已经走了，一级已经走了。哎，这里 VG 这里对着人脸去办了啊，小伙子前面一盘挺溜的 TA 走啊，走了。还有谁溜前一盘？我想想，蝙蝠挺溜的啊，这盘还是放给你了。这个因为那我把小狗放给你了呀，对吧？没办法，这个是交换资源交换，对吧？还有什么第一盘比较亮的？没了吧？也就蝙蝠和 TA 比较亮。小黑，你不是玩的不错吗？放给你继续选呀。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搬了个 Sven， 随便搬搬的感觉了，这个有点确实有点随便搬搬的感觉。这猛犸加小狗太猛了吧？
最好能再拿一个输出点，可以单的，比如蚂蚁，比如主宰，比如边路 QP 都可以。现在我看一下，好像光法还在啊。嗯，对，光法还在。如果我感觉那边不拿的话，光法就没了。其实，哎呦，其实 TS 更好，对于 VG 来说 TS 更好，因为 TS 是一手控。对 ，TS 可以配合小狗。这边没有，那啊对，还是选择了一个丽娜，还是要一个后手控。那那边拿可以考虑拿光法。有了光法，线上不虚啊。对，而且那边的控制有两个硬控，一个蝙蝠拉，一个拉比克的托。刚才群里面看到有人说了，说中文解说都很不专业啊，什么杀人的时候是 A 一下，然后 B 一下 ，C 一下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说老外解说都是什么一个崩坏禁锢，一个光击阵，又一个什么什么神破绽，神灭斩，我觉得没必要吧。啊，果然拿了光法，果然还是 QVP 这边，跟我猜的差不多。最后一手啊，时间还有多，可以好好想想。飞机蝙蝠，嗯，飞机是大哥，嗯，蝙蝠肯定是单一路或者直接打野。单一路可能性比较大，我觉得中路打 QP Park 可以考虑，这盘 Park 还可以考虑拿。Ten seconds remaining. Park 的圈配合直升飞机的圈，再配合光法的波。哎，你觉得拿个船长怎么样？也可以啊，船长，但船长中路不好混，船长会被 QP 压得很死。QP 这个人讨厌在哪？他不是那种爆发，就是打完你一轮你回头嗑大药。这哥们儿，这不是这姐们儿给你上，姐们儿给你上个毒，你都不敢吃大药。我觉得你选一个 ，Puck 之后啊，有点缺少输出后期。后期缺输出哈，而且缺肉。对的，物理输出不足。嗯，还有40秒。可以单的物理输出蚂蚁船长，我想想，中路蝙蝠打 QP 其实挺难打的啊。不，这盘应该是打猛犸，还不确定，看这个女王谁玩了。如果是 CTY 玩，应该就是他中单了。哎呦，时间不多了，兄弟，我说时间还有多啊，你们可以多想想，他还真把时间想完了。没得选了，只能选 Park。 Park 中路打女王还是可以的，打猛犸也不吃亏。好， CTY 的女王呢应该是中单了，这一盘 XTT 的猛犸应该会打一个优势路，他将要面对的是蝙蝠，如果没跑的话。而那边蛛丝马迹小狗跟芬尼尔以及 FY 的丽娜，芬尼尔的死玲珑应该会是一个劣势路钢三，看一下哦，猛犸中单 ，CTY 优势路是这样子 ，Prepare for battle，CTY 这个翅膀，玛瑙罗网魔翼，好，这边我们看一下分路，哟。蝙蝠是中单的，然后 Park 是，哎，蝙蝠是打野吧？应该是，嗯，打野可能性比较大。有包过来了，小狗走前面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啊，赶紧回头，好，光法找个角度，回到了。这个时候双方都很怕。这小狗第一集肯定没生吧？没有，肯定不生的。哎，他生了呀！他刚点的，我刚才看他的时候还没生，或者说他看到人的时候就生了，对吧？嗯。帕克中单，蝙蝠没有带任何，哎，他运了啊，最后还是运了，还那个小圆盾，然后一吃树一大药，哎，运个小圆盾什么意思呢？小圆盾他怕那个。怕 QP 点他吧，
他应该是看到了猛犸的出门装，猛犸出门装是一个这样的装备，然后他刚才上去也没什么意思啊，他让对方以为他打野，然后他去下路，没什么意思，对面不会吃个精的，那 QP 看到谁其实都不会吃了个精的。嗯 ，Puck， 隐身 Puck。哎呦，这个有点骚，抖得不错。紫玲珑丽娜，现在就是点，哎，对，耗血。丽娜利用她的六二五射程，嗯，丽娜也不能太要，否则把兵线勾过来也烦。对，好的，用 A 一下，减速已经动手了，这很有可能拿一血了，啊、一血了，这个、稳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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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 A 一下，哎，好的，一血诞生，很快啊，一分钟不到，一血是芬尼尔的维萨吉拿到，这个爆发太强了，紫玲珑。完全达到了他们选这个组合的效果。刚才丽娜就 A 了两三下就动手了，这样的话上路可能会进入一个崩盘节奏，尤其是小狗到二之后，你根本没有办法那个的，你根本没有办法控制它。已经到二级了，就是小狗的蓝是个问题，它动手的时候是需要185点蓝。要是蓝还不是问题的话，就尴尬了。我们这里再说一下，我们新开了二群啊，1584177775啊，15841777775，大家可以加一下我们的二群，在我们的二群当中啊，这个等一下老党也会加进来，跟大家一起沟通一下，交流一下。对，这光法前面其实他可以多播一播，让对方多走走位，但是他没魔了吗？没魔，他还没到二。这里野怪刚才好像被封了。刚刚放了针眼勾波霜，那现在等级是比较尴尬，卡在二级升不了。我猛犸直接放弃了一波兵线来，就丢了差不多三个兵啊，两个丢了两个兵，能够控到符还是好的，毕竟瓶子马上要给 QP， 那个小鸟马上要给 QP， 这么凶啊，跳上来、打掉了他的大药。这个蝙蝠是想多了，这蝙蝠这个有点虚了，这一样一下的补给一下就跟不上了，蝙蝠现在400多块，很尴尬。好 ，CDY 这一跳绝对是为自己接下来两分钟之内奠定了非常大的优势。他的瓶子也到了，蝙蝠只能运大药，尴尬。而且他没魔啊，而且他这样一运大药，中路的 Puck 就瓶子就会要慢一些。哎，小狗又来了，小狗又来了。拖起来不敢造次啊，直接砸回去逼走你。有人来了，那边是谁绕过来，加速的猛犸二级顶，这个只能下下人，又下你又没塔，你往哪里顶啊。哎，赌一下炸回来，跳走持平，然后交换，好，前期究竟谁来用鸟也是要好好沟通一下，否则是要伤感情的，对吧？嗯，对的。你用鸟的时候一定要跟队友商量一下，你说鸟我用一下啊，然后队友如果说好你用吧，然后呢接下来就他再怎么样就跟你没关系了，如果他说哎不要用不要用，我快死了给我运一下，那你要视情况而定。也不能完全听他，对吧？对，也不要完全，也不能完全听他。哎呀，这个有点骚的。哎，抢符抢不过，这个哥们儿有一个冲的，冲的速度要比波的速度快。好，下路 QP 17-5，蝙蝠11-2，优势还是有的。嗯，这个蝙蝠是不是运平呢？蝙蝠打 QP 很难打，他蝙蝠好像自己买了两个药，药买了两个药。哎，蝙蝠这里跟 QP 纠缠起来了。哎呦 ！F 叫一下，还差一下，转不了身。好的，转不了身。谁杀了谁啊？蝙蝠先杀了 QP， 对，转不了身。刚才要么就刚，要么就走。刚才刚至少就是你先杀他。对，刚才明显蝙蝠已经多，蝙蝠比 QP 多 A 了一下。嗯，就 QP 自始至终只抬了一下手。哎，最后一下好像还没 A 出来，我不确定啊。可能最后一下好像是被毒死的。我不确定是被毒死，还是被小兵 A 死，还是被 QP A 死。反正他刚才是在转身，然后蝙蝠确实是 A 了两下，
减速，丽娜的位置，给了一个黄泉颤抖，丽娜踢出来了，完了，哎呦，伤害打出来了，这个实在太夸张了，伤害只要打出来就没办法，这死灵龙的这死灵龙的这个灵魂超度啊，太猛了，果然是超度啊，超度，这梁哥们就在旁边站着。对，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太强势了。小狗就等着先手，他就一个 W 结束了就。对，小狗一个 W 连变黑都不用。其实拉比克前面已经是比较机智了，机智了，机智勇敢，机智勇敢没用啊，再机智也就，哎呦又去抢符了，去的好快啊！不在上吗？机智的猛马不在这里啊！机智的猛马顶一下直接顶掉，有魔棒 CD 了，他还有一口瓶，还要吃这个符，队友来了，队友来了，好的很机智，猛马拨一下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拨过来，哎呦，这个提前量算的 nice， 但是最后被小兵给死了，直升飞机来了，完了。啊、好的，丽娜走。哎呦，帕克上头了，帕克买活了。看这里能不能给他加一个法力流逝？没有，光法前面不会加法力流逝。那个施法距离太近了，然后耗蓝又多，75点了。他一个查克拉魔法才45点。的确是光法还是最缺的就是这个。哎呦，下路有人 TP 了，猛马 TP 了，要带节奏。四层油先解一解吗？好像来不及了，猛马要动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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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过来踩住，毒镖啊 ，F 啊，再见。哎，他不舍得交。哎，蝙蝠没吃出来啊，我感觉蝙蝠魔棒吃出来，女王西格魔棒应该是女王就瞎了，刚才不推大。没，刚才没大没魔啊，有的吧？我看他刚才，帕克好凶，好凶好凶！哟，这待遇，好像没用啊，有用啊，还是打不着，扫两波，慢慢打，就是有点吃力啊。魔法还帮他分担，大哥就是好。换一下位置。咦，这要先手动手了，好像看到了吗？要动手了，要动手了，拨一下，直接配合大招。有魔棒吗？吃一下魔棒。哎呦，血量还是太少了。这个是魔棒没吃还是什么情况？吃了零，吃了，吃掉了，血量太少了。这波被单杀就有点伤了。哎呦，推了一下，飞机又走掉了，完了完了，这个拉比克走了。拉比克再一发 CA 再见。哦呦，那边丽娜跟光法怎么说？丽娜一隔血吃了一口魔棒，秒波，差11点血，有人来包他了。A 一下，能不能 A 到？哎呦，差一秒，顶一下躲掉，再一波，没蓝了，飘，继续飘，好，很风骚，再一波，波歪了，躲掉了，你敢信？哎呦，还是要死，还是要死。有周杰伦的粉丝，他名字叫 J。看一下，但是他呦，战犬，战犬，这送个战犬就不好玩了，而且帕克又死一次，帕克崩了呀，帕克怎么死的？帕克被小狗减速带走了呀，这个帕克有点没办法。哎呦，打蝙蝠又死了，哎呀，那这个线上明显这个上路的优势打出来了，上路的优势很大很大。这蛛丝马迹这盘打得很聪明。他从来都不用变黑的，前面几次就在线上的时候他从来不用变黑的，他都是留着蓝等下一轮，因为这个英雄智商很低的，你用一次 R 你就少一次 W、他的 R 的等级也挺低的，对，你用一次狂暴你就少一次伤口，撕裂伤口。哎，女王在这里收掉了拉比克，用最后一点蓝，拉比克是死在了这里屏幕的正中央，应该是在差不多这个地方。这个塔应该是推不掉。光法在干嘛？光法在往过奔跑。师傅跑的还是蛮快的，365的移动。骑白龙马的就是不一样。香威鞋了，买个 TP。下路又揍起来了，下路又揍起来了，又揍起来了。三级的沉默有魔棒没？魔棒用过了，又被杀了。这个也蛮尴尬的。
他们两个人这个绝对血海深仇啊。不是这个女王打帕克很难打，我无数次的用中路、哎、我无数次的用中路帕克强杀对面女王，我发现帕克打女王，女王就没法玩。你只要被波到，你只要被波，就是你是半血的情况下，你基本上被波到就死。波到之后，或者说别人走到你脸上，你有点无动于衷，就是一个 W 一个波，对吧？对，一个 W 一个波，就在那。他那个沉默让女王特别蛋疼，沉默时间很久，加满是三级啊，加满是三秒，三秒沉默意味着什么？他一次普攻的时间是0.98秒，就是他可以 A 出三下。哎呦，这个塔看看能不能补掉，好像是可以啊。哎，他还是比较小心。那这个塔不好说了，但是旁边有人的 QP 如果上头就要再死一次。CTY 当然这不算上头，他先往过走，他很聪明。好，看到了拉，这拉了没意思吧？这拉了没意思。目的是拿塔，你一拉帕克就要来，帕克一来对面拉的话可以杀。不一定，我跟你说真的不一定。你听我说完，他一拉蝙蝠的那个帕克肯定要来，帕克一来对面一 TP， 好，如果 TP 来的是猛犸那就不好说了。啊，这也是啊，当然如果你一拉的话上来给个 Q 给个 R 给个 W 啊，我觉得以刚才那个位置，刚才他是差不多这个位置对吧？这个位置拉的，然后帕克在这里，帕克飘过来的时候，他的绑的时间可能都结束了。他现在一级榜时间很短，三秒，啊，三秒还有点长，可以搞的，可以搞，真的可以搞死他，再搞死一次 ，Park 就崩了 ，QP 就崩了 ，QP 啊，对 ，QP 就崩了 ，QP 现在已经有点伤了，还行，他上路被单杀了两次，但是他收了几个人头，哎，又来带节奏，波到给视野，哎，哎呦，他没有什么情况，他没有用拖，刚才没有用拖。黄泉颤抖没放出来，炸一下，黄泉颤抖给到拉比克，后面没有人 ，QB 又被拖起来，砸回去，猛犸想要过来干嘛？好，拉比克先被收掉，这里是一波追击 ，VG 的追击，好的，直接带走。这波绝对有问题啊，蒙尼斯克打的，莫名其妙在这里纠缠那么久干嘛？不懂。就你稍微的，你抓一下我可以理解，你纠缠那么久。对，前面第一轮没杀掉猛犸就可以撤了，在一塔越塔越到这里，越塔越到这里，真的当真的当 VG 都吃素的。Dire's middle tower is under attack。12-7，好，这边带了小狗，要来抓了，这是大哥，哎呦，可惜 W 没有，但是还是要硬来，变黑硬来，光发给个波没有任何意思，强杀，被减速到，但是还是被带走，小狗自己很危险。帕克没有大的，后面好，后面是杀掉，但是这里丽娜应该是要阵亡，双那个死灵龙应该也是要阵亡，不过这波还是赚，两个酱油换了对面一个酱油一个大哥，飞机死的有点伤，小狗变黑的确是有点 bug。哎，帕克大招留人了吗？没有没有，他是 F 了一下好像。帕克11级、等级是很高，然后跳刀也快好了，蝙蝠也在打跳，两个人都要钱啊，帕克已经跳了，这直升机有点苦啊，直升机财产是第六位，他只有小狗的一半，太惨了，必须有人帮他拉一拉什么，哎呀，他到哪里，小狗到哪里，这个要哭了。对，小狗杀直升机真的是没有抵抗的能力，就是放个大招减速，其他的毫无还手之力。这盘蛛丝马迹觉得非常好，5杀0死4助攻。猛犸怎么样？猛犸1800了，也快跳了。直升飞机开始出战鼓了。应该是先出一个护腕，然后看情况撑一下血，血实在太少，700多点，777这血量确实太低了点，下路要拿这个塔吗？这个塔应该你不要这样拿，这样拿要出事的。 FY 别上头，两个人冷静点，还是要拿，这已经势在必行了，后面一张 Park 的 TP
直接沉默，沉默空了，没有沉默到小狗。丽娜电死，直接一个大，看一下丽娜是要死，丽娜是要踢住。哎呦，丽娜踢住了，哎、漂亮 ！FY， 直接用大招收，太奢侈了，太奢侈了。等一个波，哎，中了个导弹。哎呦，这小狗有点啊，变黑好了 ，W 给的。小，哎呦，完了完了，小狗拉住，蝙蝠来了，蝙蝠来了，这没办法，蝙蝠跳走。哎呦，帕克跳走，还是要死。没死，直升飞机拿了这个，将近500块。猛犸，猛犸在找机会，猛犸在找机会，在等女王，女王在后面，女王在后面顶回来，女王过来。哎呦 ，F 到了吗 ？F 到了，好的 ，F 到了 ，F 到了 ，F 到了。刚才动画是没有开，他要回城，这个不可能啊。弹一下 ，F 普攻，好的 ，CTY 完成一次双杀。蝙蝠是没有能够买出跳刀，这一次击杀很成功，很成功。他没钱啊。他刚才钱，对，他刚刚才钱，如果有钱的话，他买个跳刀就往外一跳，对方不一定抓得住他。嗯，猛犸这个隐身符很有意思，在这里跟了很久，再看女王走位，这有点像打 CS 的时候，第一个人把你们放过去，对，第一个人把你放过去，然后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发现第一个人后面没人，好的，放心了，我们看右边，然后第三个人也看第二个人都也没事，然后三四个人都过去了，然后这哥们儿动手了，就开始刷 frag 了。前面现在这个小狗真的好难杀啊，前面四个人搞了那么久。哇，猛犸好有钱啊，跳刀之后1200，等级也高，12级、嗯、对。帕克因为杀了几次能秒吗、哦、能秒吗，走，有机会，有跳刀啊，但这个跳刀能跳不出来，两级 F， 只有三级 F 时候是可以跳的，前面都不可以。三级二级 F 是2.25秒，然后三级 F 是3.25秒。三级啊，要四，那叫四级 F， 对，要四，对，要四级 F 才可以跳。我刚刚说的是三级吗？啊，对的。啊，那我说错了，不好意思。要买只有四级 F 才可以。嗯。这十二级的帕克一杀，人家的等级也起来了。小狗加了这个东西爽，小狗现在200多点攻，啊，已经是臂章了，17分钟臂章战鼓向我写，这小狗就是无赖，我感觉，你线上它能变黑跟你对 A， 然后又有强先手，又有自保。直接变黑来拆，趁着现在优势，趁着这个车推一下。蝙蝠没跳，直升飞机也很穷，帕克有一把跳，但是没有用啊，帕克就把跳借给蝙蝠拉一下，对，借给蝙蝠拉一下，如果能借就好了。这个拖延能力还是很强，光法选的在逆风局的时候就有这个作用，所以这个英雄经常也是半掉的，太烦了带着小狗坐飞机，看一下去找直升飞机。这个，哎呦，这真的是坐飞机了，但是此坐非彼坐。意识到了吗？意识到了，意识到，藏进来。好的 ，QP 找了一圈没找到。哦 ，CTY 的意识也是很好啊，觉得对面就在附近，确实在附近，但是直升飞机这里也很聪明。他现在也尴尬，也不知道哪条道可以去混一下。他也不知道往哪飞，现在兵线。中路也有人站着，上路兵线也不好，所以干脆在这里等一等。啊，来了下路，还等到了一个拉双野的时间，真的好苦啊！等到的不是兵线，只是一个拉野的时间而已。那也没办法，攒一攒呗，反正迟早要来，没有人帮他拉嘛。看这种光法，自己刷钱，大哥自己拉野。哎，不谈了。一脸泪，哎，站在这里收兵，这是个什么？这是黄旭东对吧？黄旭东，白胖子，哎，真的有点像啊，黄旭东，哎，真的长得很像，真的很像，发型也像，嗯，脸型也像，下巴像不像？下巴特别像。哎呦，这么凶残啊！ T 直接 A 死，好的。
连地都没有用，这个猛犸就像天上掉下来掉在脸上一样的这种感觉，直接砸死了。继续勾，靠自己勾的大哥，这你怎么打？还没勾到，勾到啊，这都没勾到，没勾到。你走到这里是勾不出来的，你得走出去，走到这个位置才可以勾得到。这一把的飞机让我看到了前面一把的引刀的那种感觉，小心翼翼。我看到了前面那一把 Rain Star 的那个炼金和对面的德鲁伊，有点那种感觉，就是完全没人管，自己玩自己的，放养型的啊，属于。好，我们看看这个逆风局的真飞机要怎么打。我一直强调真飞机一定要肥，这盘真飞机是完全不肥。真飞机现在经济在第五位，连他们的帕克都比他们有钱，都比他有钱。这个直升飞机有点虚，看这个架势，再去拖拖野吧。啊，他发现只有两波的时候，他就头大了。这个野怪一定要在53、54秒的时候勾，勾的还是有点早。还行啊，但是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刷出来了，刷出来了。我觉得52秒半的时候打下去，差不多两三波的时候。哎，睁眼看到猛犸了。睁眼看到猛犸了，好的，这个睁眼直回来了，小狗直接变黑硬拆，这个要硬来还是可能成为转折点的啊？不会不会，小狗变黑不会成为转折点，除非蝙蝠有跳，哎，已经有跳了，那你还真别说，如果猛犸现在没大招的，如果小狗上来拆，然后蝙蝠看一个他准备回头的时间把他拉回来，这时候他变黑快要消失了。一套技能丢上来很可能秒的，但是还是不敢打，因为直升飞机装备太差。猛犸大已经有了，直升飞机不在，直升飞机在带线。直升飞机看你们拆的爽，我就不管了。对，这就推对线，用防御塔换时间，很被动。好远啊，离他的。要柔闪了吗？哎，开悟，啊，这个就有点骚。再画线，再画线，但是被看到了，这里有一个假眼，看到了，懂了呀，全部回家。好的，能回家的回家，能回塔的回塔，都懂了，一切都懂了。这里一个睁眼也发现了，尴尬，一切尽被看到。你的阴谋被识破了，拍了个裸照，拍了个裸照，被识破了。帕克配音我觉得也是相当的不错，很灵的那种感觉。指挥机总算他还是要在继续了。哇，这个好苦啊，他的确是来个人帮帮他呀。对啊，你光看不下去了，这光法有钱，你光法刷了1900，你在搞毛啊，自己勾，绝对看不下去啊。你看他勾了波双，然后自己刷，这什么光法的。然后兄弟们帮他来分经验分钱了。哎呦我靠，这真是看不下去了。不是，兄弟们说什么大哥你要打远古也打不动吧，你装备太差了，我们来帮帮你。实在看不下去了。就直升飞机两行泪，伤的不是感情啊。由于他戴着护目镜，所以我们看不到的是两行泪，其实他的护目镜已经满了，里面全是眼泪。他眼睛现在已经泡肿了。Radiant'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. 还真打不动啊，确实是打不动，没装备，他输出太低了，100出头。Radiant structures 啊，总算是买好引刀了。光法要干什么呀？攒了2000多、你要出飞鞋吗？飞鞋刷了。对，大哥光法。帕克也开始，用塔换时间了，想要换个二塔，一塔换二塔。这肯定愿意的，危机肯定愿意的。打完肉山，还要先防守一下，中塔不能防，这个塔不能防。哎呦，你这个就略嚣张了，这你也敢上的？他跳了一下。哦，女王是出了风障，这个是被帕克恶心的够呛了，已经出了个风障。还好你没打肉山，我表示很安心。好了，我们可以继续了。直升飞机又去，哎呦，不好吧？被发现了，
好，放个真眼，放，哎哎，看得到的，看得到。丽娜表示没有假眼，那就用真眼来替代一下。哪怕你从这里过，我也有一点点的视野。哎，这小鸟在运什么？好，单刀 BKB， 应该是猛犸的 BKB， 小狗的单刀。嗯，小狗已经双刀了，双刀了。小狗好肥啊！这哥们在这，这丽娜在这里等着。这，哎呦，单杀！这是一局的丽娜，等了好久啊。这个 TP 吧，你不 TP？ 这个他有推推棒，他要秀，推走。我咋感觉你这推走？哎，来了，这里也推。丽娜贴个药，没死，哎，再一下死了。看看还是很跳，跳 ，nice。跳过来，没有打断，好的，骗了个大。给力，他的名字叫做 J， 十六级，大木老师的粉丝。说实话，我看不下去了，这个丽娜真有点过了。他刚才直接 TP 就好了，其实，对吧？杀了光法，队友刚才帮他打了叹号。哎呦，这里开始。哎呦，有点快哦，这节奏。玲珑的勋章，再加一个玄冥盾牌。看能不能抢盾。应该不会，他的波放的有点早，如果他的波放的晚一点的话，就是刚好飘过去，盾打完他就飘过去了。哦，这个太难了。嗯，这看的不是水平，是运气。对，最好的情况是跳进去。哎，发现了，最好的情况是跳进去，然后抢盾波出来，这样是最好的。哎呦，我们又看到了一个不回塔的情况，不回血的情况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？不回血。哎，帕克还是很不飘的。东南亚的帕克还推呀、啊哎？你不推自己，他刚才为什么不飘呢？这逗你玩是吧？这逗你玩呀、啊？这不好吧？伤感情了，这个猛犸吧，智商上被玩爆了。我们看到帕克出了个红帐啊。QP 被爆 ，QP 被爆完，猛犸被爆，下一个轮番爆，对吧？轮番爆一遍，这个破格还是很亮的，有一句说一句、啊，但是没意义，亮的毫无意义。这个丽娜也是，丽娜好肥啊！哎，刷醉了，刷醉了，这是刷醉了。后面还好有大部队。哎呦，帕克，你这个再跳走还是推走？哎、不往这边跳，你逗我呢？这个有点高调了。你这就是为了秀而秀啊！哎呦，这个危机你这样就不好了，搞清楚自己的身份啊，你何必去跟一个丽娜较真。哦呦，哎，偷了一个，这个小狗有盾吗？有的，这直接不管了，钻一下再出来，必发 C， 女王 A 仗，哎，回了个头又跳上了，是谁啊？拉走了。我看出来他们是在秀，故意的逗你玩，但是这里 CTY 躲完对吧，哥已经算在你后面了。刚才拉比哥上去卖骚，然后骗了小狗一个撕裂伤口，光后把他拉回来，女王在后面等好了，叫你拉，对，你不是在秀吗？秀啊，攻 next 的继续啊。十个头，现在差距是十个头，这已经没得打了，差了一万三，哎，时间半小时，经验一万四，这小狗完全无法撼动啊！这盘的小狗的确是玩得好，不能说这个阵容啊，哦，巨斧，好，没打完，哥来，打不动对吧？帮你一把。几条线是都被推在了家门口的，直升飞机完全没有资源可以打，帕克刷得太凶了，光法都在刷，你说他怎么玩？光法刷了个推推棒是吧？这种直升机就是放养型的，这简直比 IG 的直升机比 IG
哀气是说是说是四号位，其实是调侃。该保的时候还是保的。你这个直升飞机真的是放真正的四号位，真正的四号位，这真正是四号位，完全没人管。抢资源，抢的飞起，然后光把自己拉也刷。哎，然后直升飞机大哥去，好不容易拉了三波也要刷一刷，旁边蹲两个小弟分经验。关键直升飞机大哥还没打过，最后被对方小狗抽掉了。我们再说一下啊，如果大家对观看我们 DOTA 二视频有兴趣，大家可以加一下我们的群158417775，我们大家会在平时在里面跟喜欢 DOTA 的玩家一起玩。哎呦，这里进来，这里有点粗鲁，哎，推一下，师傅，哎呦，师傅，三巴掌拍死，哎呦 ，F 一下没杀掉，这里 Q B 想拉，拉是拉住了，没拉住，没拉出来，猛马一脚踩被，没踩到人。情况一个空踩啊，又是被帕克秀了，现在是亏的状态啊。哎呦，反偷了一个大招，这一波打的好瞎呀，我觉得危机打的猛马一个空大。哎呦，小狗看一下，小狗有盾，但是很可能死两次，拨一下，哎，好的，看逮谁，看逮谁咬谁，瞪谁谁怀孕啊。这个小狗是我，小狗的速度是无敌的，4.92应该是。想逃？哎呦！这次电黑没秀出来。好了，这位围观了，还是能走。你要推波对吧？猛马，猛马顶回来。还有推没？啊，这次没推出来。哎呦，这帕克要跪了。又推，各种推，三把推。秀你了，开始秀，开始不管有没有意义，先秀一下。啊，龙心。随便搞搞啦，这里蛛丝马迹，这个肯定是随便上去玩玩，确实现在差距很大。丽娜也有推，哎呦，帕克又升了红帐，几级了？两级还是三级？两级吧，两级啊。那么这场比赛如果 VG 顺利拿下的话，下一盘比赛就是 VG 和 Rising Star 的一场比赛，肯定会更精彩，中国内战。对，这场比赛谁胜利，谁就有50%的出现希望。对，哎，不止吧？对啊，不是50%，33%，33%。因为可以，你去跟美国啊，可以50%去美国的机会。不是啊，是33%呀。那我想想，没有，是这样算的，如果你要说去美国，先要晋级下一轮，那就是33%。然后要去美国，拉一下，又推一下，再推，哎呦，钻了一下，好的，钻到了猛马里面，哎，不是，是的啊，是猛马有个加速服，猛马带着小狗出来了，猛马说，狗爸爸，快钻我，哥伴军雄从中救狗爸爸一命啊，绝对是，狗爸爸有龙心的，狗爸爸原地治理。坐地复活，对，就蹲一蹲就好了，呼吸新鲜空气。你看他张着大嘴，每秒七十五点恢复啊，这个不联系。总有人说担心小狗这个下巴会不会掉下来，你有担心过吧？有的吧？我很想用绳，我很想用剪刀把他那个东西剪了算了，有这种感觉。变黑啊！蝙蝠这波没大的，还有14秒。虽然说危机优势很大，但是没破路，反正就是第一路如果破掉的话，蝙蝠过来伸手纠缠一下，小狗冷静啊，蝙蝠大招快好了，冷静，周皮也要冷静，哎，第一波跳失败了，这尴尬，跳一下发现距离不够，万马奔腾，奔起来，小狗来了，死灵龙来了。半血拉住蛛丝马迹变黑，好的，叔叔打不出来，狗爸爸转了一圈开始咬光法，咬了一口发现不对劲，哎呦，还是没有死，没肯救一下，狗爸爸很自信啊，有龙心，变黑又好了，哎，开出来，好的，还有人钻啊，猛马是被杀了，猛马想进来救爸爸，结果自己挂了。
哦哟，这样拉都拉了死不了，那外面怎么打？就是那种两个基地塔都在帮忙在干，都没干死。这你说这怎么弄？他再出个板甲就无敌了。嗯，再出个板甲，对的。这猛犸刚怎么死的？我都没看到，他死在了这里。就是想救狗爸爸，对，想救狗爸爸，这狗爸爸我又来了，钻我吧。其实刚才小狗大招 CD 的，我看了一下，他最危险的时候大招还有八秒 CD， 最后是被队友吃了一个梅肯给救回来了。哎，丽娜又来做事了，又来找光法了，怕个1100血，可以秒，我看一下几级。啊，应该秒不掉。大招是900伤害。哎呦！哎呦！瞎了！大招电一下波。啊，哥还有跳有推，杀不掉。跳跳推推的确是有点让人烦啊。哎呦，这个帕克反应真心快啊！这，这回晕到了就走了。个人的实力和操作还是可圈可点的，但是的确是。无力回天。嗯，整体的配合上来讲有一点小差距。好了，现在有心了，就开着臂章了。哦，他是先出振奋，凶啊，凶是你凶，376点攻啊，肉身又好了。这个前面猛犸儿子这次可以拿盾了。我觉得可能是 QP 拿盾，果然他卖了那个。哎呦，这个小战犬很骚嘛，你别骚，我告诉你，小狗莫装逼。我还没说完呢，一镖捅死。我下半句还没出来呢，我看出来了，门德斯基也是觉得自己没这一场了，这场没什么希望了，刷点存在感。哎呦，一个念好，这是上头了，这是真上头了，这是被秀的已经不能忍了。你不是秀吗？哥继续空降，直接坐屁股坐你脸上，直接坐死你。炸炸炸炸炸，只有减速效果。哟，这么谨慎，50秒帕克你们就退了。柔闪柔闪，稳一点稳一点，先破路嘛，可以破两路的，绝对可以破两路的。其实现在什么都不重要，只要大家一致就好，对吧？对，你只要一决无能去随便干什么事情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哪怕这次最后证明是错的不重要，只要大家都觉得统一，就是我们就要打盾，那就行了，没问题了，不管对错。有时候对错，对，现在的优势很大，只要不要你干你跟的，我干我的，对，就退下，就一起去退下，和追的。哎呦，师傅六啊，师傅推推搞个推推棒不是白出的，师傅刷了那么久对吧？抢了大哥钱，我看一下大哥怎么样？大哥现在，哎，大哥不知不觉上升到第四位了，大哥估计要出圣剑，这盘要赢的话。但是你出圣剑就会发现对面那个猛犸只针对你了，对面猛犸儿子带着狗爸爸就只找你。猛犸还有一千多块马上就要刷新了。哟，开悟了，好像来了。哎，光之守卫暂停一下，布置一下战术啊，布置一下直升飞机假掉线，然后布置战术。你去那儿，我就你去这儿。他说什么 ？Dota 二 crash 的，抽风。现在这个字体是楷体吗？你看，是楷体啊，原来是宋体对吧？这个应该找我们的。我的。啊，我们美工老师跟我说过，对，就用微软雅黑，就用，对，用不来字体就用微软雅黑，不要自己想法多，对，不要想法多，很有道理，对吧？微软雅黑看着确实比较舒服。还有，微软雅黑是
如果没有微软雅黑，直接就用宋体。嗯，千万别去用什么楷体什么的，因为每个人的审美眼光都不一样，有的人觉得楷体好看，有的人不觉得。对，所以你就选一个不会错的。嗯，不一定对。嗯，就是很多人看过就忘记了。但是有些人看过就会觉得屎一样，对吧？魔兽世界里面的字体好像也是这个字体、啊、对，也是楷体，但是你应该是可以改的。哎，说到魔兽世界我就很怀念去年，还是你打过、最近又打过一段魔兽世界？没有，年前的时候打过一段时间，后来没练满了之后就没意思，就不玩了。就是前年的时候，我跟我老婆两个人通宵打副本，就是打那个随机本，然后他就一直喷我。你菜了？哎，不，还不是打本的时候喷我，那个时候是做任务的时候他喷我、做任务就是你怎么那么蠢，跟着就跟丢了。我说你、我说你会那个，就是因为我不认路嘛、他在我前面跑，然后会卡一下网络盾，卡一下他就跳了、你知道吗、我看他站在那里不动，我也就站在那里不动，然后突然一下人就没了。我说你到哪去了？等等我。他说跟我一起做任务，至少降低50%效率。那个我有个朋友，一个男的，他打星际啊打魔兽都打得蛮好的，然后玩魔兽世界跟他老婆一起玩，就经常是就两个人同一个职业，然后下副本，他经常只有他老婆输出的一半，然后这么废。不是，他经常是他这样，他这个人好像有点看到3D 啊这种走路啊啊有点晕、经常看到他一个人在那里空地上挥舞着自己的匕首，然后别人说你妈你在干嘛。其实我也有点这种感觉，我也有点，我经常找不到自己在哪，玩多了就好了，什么东西都要适应，就跟刚玩 DOTA 二一样，什么都不适应不了。你现在应该觉得卧三引擎打 DOTA 一蠢的 EVP 吧？嗯，我觉得还好，说明你中毒还不是。我是现在已经受不了他那个。我昨天晚上还打了两盘卧三。卧三啊？嗯，觉得蛮有意思的。我觉得我现在已经觉得卧三引擎操作起来有点吃力了。这个丽娜收起兵来也。昨天还看到一个帖子说 FI 抢那么多资源，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说他好的？你不能只看这一点，人打架的时候给力，能选个拉比克老偷猛马大也可以。哎，小狗被拉进去，两个推，三个推，想要拉回血拳，你想多了吧。哎，拉比克呢 S 了，偷一个彩，偷一个彩，好，但是没输出，没有输出，真的不管了，反正踩到你了，偷到你了，可以了。反正是推了三下，哥很爽。丽娜被带走，小狗被射了一下，钻。好的，狗爸爸又钻了马儿子，马跪了，马儿跪了，小狗要被打死了，小狗。哎呦哎呦，这哎马呢？马回家了。马儿子说不好意思，儿子为你保存那血脉，不好意思。十年后我先去练功，十年后帮你报仇。你知道那个《神雕侠侣》里面就有那个霍都，很没义气的，他师父被杨过拿着玄铁重剑逼得跪在地上，然后他说：“徒弟，我先下山去学艺，十年后回来帮你报仇。”很机灵的。每个人的性格其实已经是定式的，不是？我觉得这个不是机灵，我觉得我刚才说的不对，因为古人对于师父这种，为什么叫师父呢？对吧？就是跟父亲有点像了已经，所以他这样搞的话，真的是难怪他的师兄。他是什么？他这个人的思想很像现在的很多人的思想。保命流的猥琐流，就是现实主义者。就非常的现实。你的意思是他的意识很超前了？这不是好事。但是你说他为了保，你说他保命什么的，然后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幼儿、这个你说出来我还是那个的，我认的，但是不是的呀，他是只顾自己的。大家可以说的呀，反正就这样说说嘛。你觉得他能骗得了他师父吗？他有没有他师父的东西能不知道吗？他还不如找个这个借口。
其实那个叫什么，前两天我看书，什么，南宋的那个，北宋的时候不是被金人打得像屎一样了吗？嗯，然后就是送一个什么宗啊？他的叔叔和他的爸和他的哥不全被抓了吗？嗯。然后他就自己一个人逃掉了，说我到南方去帮你们磕头造庙祈福，然后就一个人走了，你知道？然后他自己当皇帝不是蛮好吗？这个，对啊，就是他的计谋他达到了呀，就是他想要的，嗯、怎么说呢？他完成他诺言，那没问题。哦，不是，他没有完成他诺言，没完成。最后两个人，他完成了他的诺言，就是烧香的诺言，他完成了呀，他真的去烧香了呀！你说你妈，你去国家有难当头，你去烧香了啦？哎，这边丽娜刷了个羊 ，QP 装备好差呀！有个林肯啊，不错了，保命流。你不是爱沉默我吗？这居然打了这么久啊！这拖什么拖呢？哦，直升飞机鹰角弓了，我觉得你出鹰角弓没戏，圣剑才是王道。圣剑打赢两波，嗯，圣剑打赢两波就翻了。现在对面外塔还有两座，还有三座，二塔全在。出个鹰角弓毫无作用，他还想针对人家的小狗啊，觉得出鹰角弓，小狗出个金箍棒给他看看，对吧？不过小狗现在没格子。战鼓卖掉呀，后面要卖。功法是肥啊，22死70助攻，哎，哥的数据不错啊。你这大哥打的什么玩意儿啊？送的像狗一样，这就是路人思路。哎呦，这拉比克略惨。我看说蝙蝠的跳刀就是跳进去拉回来之后，然后三连推要把它推到雪绝里。我觉得你直升飞机也别出什么蝴蝶了，你也出把推算了。四连推肯定进去了。五连推得五连推，这哥们儿有点难，这哥们儿真的有点难。拉比克，你总拿出这个太难了，对吧？再来个三连推。这个得有针眼的，拉比克就是把他最后一推的时候，把他往里面一扔啊，对吧？就五连推了。对，等他那个快结束的时候，五连推。好的，哥能靠技能。各种技能。哎，来了，拉推，再推啊！哎，吹起来了，推啊，顶过来，想找机会踩。踩了个蝙蝠，拉比克然后过来 F 哦，刷新，再踩直升飞机，好了，这个就走了，再见，没机会了。感觉第二个推的有点慢啊，不够先，衔接不够完美，熟练，应该是商量好了。One two three go go go， 啪啪啪，三下进去了，人间大炮一级。别不说，我要，哎，帕克继续秀。人家理都不理你，你就来吧来吧。丽娜陪你玩，我先派我们那个最菜的陪你玩，最菜的你都打不过。来，再来。丽娜是最菜的吗？好像是，好像是的。那比那个好点。没有啊，双后龙死灵龙最起码有两个控，还有个剪。干嘛？我有羊刀的好吗？哦，对，丽娜有个羊刀的。丽娜连羊刀都没用，没使出全力，帕克就跪了。你已经使出了全力，我还没出力。丽娜现在这种实力打两个 poke 很稳的啊，两个有点多干嘛？我先扬掉一个，先弄死一个，另外一个来啊，站在 A 啊。你是说这样车轮战？不是啊，不是车轮战啊，一起来啊。哎呀，我跳过来扬掉一个，那我另外一个给你个沉默，你不要了。好了，猛犸跳过去让他知道厉害了。猛犸当然还没好，还差一点点呀，推回来啊。推回来谁推？哎呦，战狗！哎，跳过来要杀战狗，战狗开始秀了。小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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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看到。拨一下，好的，电一下，再见。噌，好像没丽娜什么事了。这个在送人头了，小战狗。
好像没看到刚才，我不知道那个小鸟能不能 A 战狗。如果小鸟能 A 战狗，有点赖啊。可以 A 的，前面不就小鸟 A 死的吗？是吗？是的，小鸟前面你说在这里啊？啊，我记得是 QOP 一标 A 死的，小鸟 A 死的，小鸟 A 死的。哎，浪，嘿嘿，小贱哦，逗你玩，好贱。然后我跟你说话，小鸟要来动了。还是 QPA 的呀，刚刚还是 QPA。 哎呦，这谁啊？帕克又被秒了。丽娜一扬，帕克没戏了。好的，修不动了吧，哥们儿？三级打工跳打那么稳干嘛？我觉得 VG 这个时候就给人有一种虽然比赛赢了，但你被人家玩的感觉，这个能忍吗？那怎么办？五把打工射脸，怎么样？卖完装备五把打工射脸。咦，跳了一个又踩，被二连推推回去了。师傅捐在这里了，这是什么世界？师傅居然被妖精，哎 ，FY 被拉回来带走。谁有盾啊？有盾的人是在里面吗？有盾的是 QOP 我记得。跳过来直接吹起来，哇！好的，一发 D， 一个毒，再一个 F， 真的送了不少头啊。好的，那这样的话也是恭喜 VG 啊，获得了下半区的首场胜利。对，那么接下来他们将要面临的就是第一场的胜者是 Rising Star， 这个胜者组的决赛，我相信这场比赛会非常精彩。如果喜欢我们 DOTA 的玩家可以加我们的群15841777751584177775。对，屏幕下方那个群是已经满了啊，大家可以加我们的二群15841375。15841375。啊，这里最后其实双方是在为这个观战的观众啊发福利。嗯，我看现在时间是9点钟啊。